因为咱这个上课是国际上弄的转播哈，全球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要很准时。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早安，大家好。在座的各位，我要请教一个问题：你家己感觉你是奴隶，请你举手。奴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奴隶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好好。啊，家己感觉家己不是奴役，不是奴隶，请你举手。家己感觉不是的，好。啊，即马捌缴过税金的举手。好，手放下。啊，你缴税金无算奴隶吗？刚好主人啊。你捌看过奴隶迄款电影？捌看的举手。以前罗马时代有无？啊，拿一个皮鞭去给你摔啊，有啊！捌看迄个电影的举手，迄奴隶的举手，拢有啊！啊，以前黑奴有啊，美国有黑奴，黑奴伫做黑奴的时阵吼，毋是做黑奴，对，黑人伫美国的时阵拄啊开始的时阵，拢是白人伫个奴役伫个做奴隶的，做仆人的。迄款电影你捌看过无？捌无？跟嘿，有其实电影就跟没有错，各位。我若讲，咱拢是奴隶，你无念会不服。但是我讲给你听，你就知。林肯解放黑人的时阵呐，有足侪黑人怪林肯，阮都好好。啊，有迄个马槽啊，买迄关买的所在好通困。啊，主人有饭好我食。啊，你就要甲解放，啊，变做我家己爱去找头路。伊很恨林肯，罗伯林肯去用暗杀。咱台湾的情形差不多咧，我讲给你听，你就知。国民党伫咱台湾经过68年、69年的教育，咱台湾人已经唔知影讲什么叫奴隶，什么叫主人，家己叫是讲家己是主人，其实错了，咱是。十足的、十分的奴役，原因是对。什么叫奴役？就是讲你无法度家己做主诶。有真侪代志拢无法度做主，你忘了我？你无法度做主吗？你讲民主选举，民主，即马台湾已经民主啊，国民党宣传讲已经民主了。咱大家凭良心甲你讲，有选举以来，你捌接到人甲你贿选、甲你买票诶，请你举手。老老实实不会巴肚疼，我跟你讲，牙较短，牙较悬，要给大人看有偌济啦。奈无算，啊，手放落，一半以上啦。你唔通看讲买票无虾米呢？买票即款呢，伫美国人唔相信，你甲美国人问讲哦，啊，阮台湾伫选举有伫买票呢？美国人伊讲很皱着眉头讲啊，他有迄款代志。家己出卖家己的尊严，出卖家己的人格，接受，不管你是食迄顿饭，还是讲以前是送你一包米素，即马无咧送米素啦，即马送几千块、1000到5000，甚至10000块，即种个拢是非常严重。我无讲家己贿选啦，我讲非常严重的奴役心态。我阁问你咧。有足侪代志，恁来读卡来遮上课，尤其是高级班的人，拢爱知道，因为后摆恁拢是政府官员呢。我问你咧，第二次世界大战拄啊结束的时阵，全世界有几个国家？
知影举手。啊好，你拢唔知啊？我但是我甲你请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的时阵，有几个国家知影举手？啊，手办啊，51个国家签，就是讲全世界迄当阵，全世界国家差不多50统一尔尔。因为迄时迄边的战争是有真侪国家，差不多是拢 involve 啊，就是讲已经参与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今日有几个国家知影举手？194个国家，51个，即嘛194个，增加3倍。像你感觉讲，安内增加3倍，安内本来毋是国家变作国家，迄是啥物？因为伫现主席即个年代，以前迄年代呢，是叫做殖民地 （colony）， 殖民地啦。这殖民地是甚物叫殖民地？在那个时候，这人往人类是很坏的呢，人类啊，在这个地球顶管这些人类啊，基本上啊，这些人类拢是坏的，拢是啥？要将别人来当作伊家己奴隶，伊敢那坐太师椅，啊，就等你做工，啊，做做摕饭好食，拢是这种的心态，啊，这是伊的本性。但真可惜，你台湾人实在你会当做头的，但咱拢做。野卡站的，但你做野卡站的，你可能唔知影。原因是中国人伫咱台湾所用的教育，要甲你教讲，你本身就比伊较低，你本身就比伊较笨蛋。但是要用什么物件，甲你的自尊也好，甲你的尊严，甲你拍倒，讲你的语言，你讲的话是无水准的。在座各位。以前读册的时阵，捌去哦，老师罚过讲，你讲台语去用罚钱的举手，好笑看嘛？你想看卖啊？住伫台湾这块土地，讲咱老母教咱的话，洪讲迄是无水准、无文化。你想看卖啊？你即马甲认真甲想，迄是对还是唔对的？是安怎？中国人来台湾，伊讲因讲的北京语，其实。北京语嘛，毋是伊全中国的话语呢。伊讲因讲的话，就有水准、有文化；，啊，咱讲的话就是无水准、无文化。在这种的教育之下，台湾人唔敢讲台语，未晓讲台语，到即马已经未晓讲台语啊。真侪囡仔，即马无啥会晓讲台语。你知影我安怎训练我的囡仔？迄当阵。我甲我囡仔讲，你若伫厝内底，你若甲我讲，你去上课讲的迄所谓的北京话，我就不给你饭吃，我都不给你零用钱。你都爱讲台语，尤其是阿嬷，根本都听无啊。你讲的北京语，伊哪会听有？所以，国民党移民咱台湾的时阵，即中国人来台湾，就是先将咱台湾人，当然啦。咱第四世界大战，咱建树是没有错，但是伫迄个时阵，咱台湾的经济是比中国更加好，好足多，文化比较悬，咱受教育的台湾人的比例比中国人悬太侪太侪，所以咱是一个文化水准真悬的，但伊是文化水准真低，来咱台湾统治的时阵，将咱强强甲你扭落来。中国文化是什么文化？伊即马伊个课本，伊甲你讲，中国有5000年历史，迄是放屁。有文字以来，全世界即个所在，即个中国文化上济偌济，3000多年尔。3000几年，即个中国，你甲想看卖啊？中国即个国家，伊会换朝代，会换皇帝，皇帝一日换几下个？我也未记得几下，我读册拢未记得形呀。上少就20年、30年以上，一直换，一直换。安尼，即个2-3千年内底，伊个朝代一直变。你甲想一点，日本天皇到即马为止，要到2000年，日本天皇有换无？无换。这是啥物款的文化？但咱以前未晓去想哦，你未晓想哦，但你即马甲想看卖啊？日本的文化
是安怎？伊个天皇甲今日未换，啊！你中国即个皇帝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为什么？因为做皇帝拢是将老百姓当作奴隶，当作伊家己个物件，伊家己敢若牛共款，家己宰。所以你也知影，你来遮你上即个课，上届主要的原因，上届主要的理由，就是讲你爱学。即马上界新诶世界诶文化，世界诶价值观诶看法，来检讨即个中国人来台湾，拄啊开始诶时阵，咱啊，咱台湾是叫做日本大日本帝国，咱战败，日本天皇代表咱宣布投降，所以中国人来台湾诶时阵，伊将咱台湾人当作战败国，伊战赢咱战输。这是事实，但是台湾人不甘愿做战败国，大家嘛要来战赢，所以他当伊来跟你讲哦，亲爱的祖国同胞们，你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其实马关条约1895年的时阵，台湾平原这两块土地已经是隐隐弯弯来挂牛给日本天皇，日本天皇经过57年。这57年是啥？就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甲1895年啊，做5月7日，啊，做马关条约生效。这个中间是经过57年，唔是讲日本天皇统治台湾50年，是57年。这个57年的内底，日本天皇绞尽脑汁。遵循国际法、万国公法，将台湾人这块土地变作甲日本完全共款。其实台湾人这块土地和北海道共款，北海道以前嘛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另外北海道是爱奴族的大，伊讲的语言和日语拢无共款。日本天皇伫迄个所在实施皇民化，然后实施万国公法。可以和日本人的台母同款，安尼，迄块土地即马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甲平遥这两块土地，日本天皇嘛是同款用这种的方法，用方言话，可能也要讲日语，但也要讲日语，伊同时对咱的台语甲你保留着，伊无甲你强迫讲你不能说台语。咱台语真可惜，就是啥，无迄个文字啦。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咱已经有交代，咱未来教育部的部长大神啊，爱去研究创造文字，就是要照台语这个音啊，甲创造文字。韩国当时嘛是用伊音来创造因韩国家己的文字，越南嘛是用伊音来创造伊越南的文字。咱台湾人若未晓创作文字，总有一天，唔知当时一寡戆腿的台湾人会阁去骗去。所以咱为着咱台湾的行顺顺、永永久久，咱都要来研究咱的文字来发展。当然，现准时，咱爱用英语来做主，因为无爱去学中国的文化，搁再入侵伫咱台湾这块土地。啊，有的人讲，伊中国人安怎甲你统治？第一，台湾是为中国迁移来，就讲台湾人大部分呐，讲拢为中国刷来。你想敢有可能？你想看卖看有可能无？足简单嘞，即马上去往个吐槽。马街病院林玛丽医生叫大家讲，你来验，伊已经验了20000名的台湾人啊，诶，这个血，伊讲为中国来的血液啊。不到5%啦，迄个表示啊，咱台湾人嘛有一句话啊，有长沙公，无长沙阿妈，有无？就来拢是查甫的，查某拢是咱病部做的。所以，我当然我今日甲你讲这话啊，对你来讲啊，你的内心嘛、啊、是很大的震撼。你甲看现主席的事实上，你家己，你厝内底有迄个公妈卡卖牙手，我嘛有啦。公阿卡有啊哈，每年的过年清明节，
我爸爸拢会叫我去穿迄个公妈卡嘛。甲拍开来，你去遐看。你来，你去遐看，你个公妈卡嘛内底记载，甲第几代，你就是第几代啊？真真正正第几？啊，唔是讲用传的啦。我若用传的，我爸爸甲我讲，我十七岁。但是十七岁，照道理来讲，阮家啊祖先的墓啊，上无嘛有十七粒的乘以二，三十七粒，敢毋是？应该安尼对嘛？对毋对？因为一个阿，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嘛。结果呢，我的阿祖，过去是太祖，甲遐都无影。那我问互恁看，恁现主席，你的阿祖？会望你搁找有诶家手，啊好，啊做过去太做会望找有诶家手，你甲看，你甲看，啊过来太太做找有诶家手，无遐，无超过六代，所以我要用这来证明互你看，咱毋是中国人，咱是真真正正本土台湾人，平埔族大部分。我要讲的，这是一定要有一个证据。我看到当下这个战争法内底，这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全世界五十几个国家，即马194个国家，是安怎呢？迄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差不多是清朝甲日本帝国战争的甲午战争的迄个时阵。全世界大部分拢是殖民地，拢是殖民地。殖民地是安怎有殖民地？因为有国的国家，伊较早先发展伊的工业，伊较早比其他的地区较进步。东方亚洲的所在，大部分拢落伍，落伍。当然，清朝台湾以前嘛是真落伍，咱古早伫迄个。清朝迄个年代啊，台湾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困难。迄个时阵的人住伫台湾即块土地，毋是伫像你即摆讲啊有高速公路、有高铁，无迄个代志。尤其东部高山族迄个所在，迄是免讲，讲较白咧，迄阵住伫西部，遮个人都毋敢去东部咧，因为你去讲侵入人的所在。来给你讲呢，卖讲干啦，干啦，咱唔干啦。含遐日本人戆戆牡丹事件呐、啊，因为风台啊，啊船伫迄个岸边搁浅呐。牡丹伫对恁知吼，伫即个啊做屏东遐，台东屏东遐，搁搁浅，干啦搁浅，高山族就甲太死啊，太死以后，日本迄当阵开始明治维新开始起来。抗议啊！甲清朝讲，喂，啊你清朝的台湾吼、哦，将我日本人杀死，你要哪拍算？清朝哪讲？伊讲吼，歹势啊，迄毋是我管的，迄毋是我的土地，所以伊讲伊无爱，伊无要管，啊伊嘛无爱负责，所以清迄个日本讲安尼好，你若无爱，啊我就家己处理，伊就派兵。来个迄个遐做牡丹迄边啊，迄个来个围剿。但你为这个所在，你会当知影？可见讲清朝迄个时阵啊，台湾这块土地唔是清朝的。但咱即摆所受的教育，拢伫甲你话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到2004年迄个时阵，咱台湾民政府用战争法发现以后，去控告美国以后。这个局势开始改变过来，所以呢，我今日要讲这就是讲，咱在座这么啊侪人，你的头壳内底对历世界历史要有理解，要有了解。原来是强的国家，尤其是海权呐、啊，航海较进步的国家，世界去找殖民地，荷兰。西班牙、英国，尤其这三个国家，会当讲在迄个时阵是最强的国家。你但你唔通看迄船呢，
会当筛准，搁再平啊，去到你的所在，无简单呢。清朝甚至伊无这个海，唔是这个海权的国家，伊甚至要求人民啊，卖挂伫海边，搬较内底入来，都退几公里。你唔知道，还佫会去清朝迄个时阵啊，要发生伊派西龙要来打台湾的进前啊，有政策，就是讲大家都要离开海边啊，几十公里还是几百公里的所在啊去住。啊，海边啊，放好海贼，因为伊无海上的力量。到今日为止，中国同款没有海上的力量。有历史以来，中国的海上力量的武力啊，几乎是等于零。所以中国，干那迄支嘴，真歹娘娘，大概就讲要中国是，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正式海军的自卫队正式甲讲，你若敢打台湾，两年前讲的哦，我日本48小时内底一定将你浮在水面上一船拢将击沉，有够无？你敢那拍手，你嘛爱问原因呢？啊，不，大家拢啊足好讲的哈，对吧？啊、中国我嘛甲你击沉，我会当安尼讲无？未使啊，咱无武力啊，咱无海上力量啊。我甲你讲，日本安尼讲的原因，互你听。你知影日本第一世界大战战败以后，世界界规定，你的军队的迄个啊，做数字啊，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面。你的潜水艇。一年会当做几只？嘛，伊规定，干嘛三只、几只呢？日本真巧呢。日本讲好，我按照规定，我做新的潜水艇出来，服役一年，退休。我问干各位咧，恁驶汽车内底驶一年，啊，都不爱驶，有无举手？有无？无呢？爱潜水艇呢？一只潜水艇驶一年不爱驶安尼，咱车若驶一年是毋是长好驶？是毋是？同款啊，潜水艇嘛是同款啊。用一年以后啊，上战的时阵啊，甲封起来，甲囥喺港口所在，甲藏起来。你知影伊即马藏几只？上少200只以上。伊想哪安尼？伊是危机意识。日本以前的海军是世界，我敢跟你讲哦，差不多第一名还是第二名，是安怎？你敢有？你我都相信。到今日潜水艇啊，我都内底个载飞机，敢若日本我都俩。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到最后的时阵，迄两粒原子弹予日本投降，但是美军。甲苏联的军队入去以后，看到潜水艇，惊到三架潜水艇已经拢做好啊！潜水艇内底啊，会当放两架的飞机。以前的飞机未当飞这远的，对不对？但你若用潜水艇载去你的海边，要飞这远都有法度呢。所以美国人踹一条，伊讲：哇哟，好加在那两粒原子弹，互你导航。啊，若无投降啊，日本一定伫迄个时阵啊，到最后的时阵啊，一定会派潜水艇用飞机啊去甲轰炸白宫。看到迄三只潜水艇，卖讲美国足欢喜，苏联的嘛欢喜，苏联甲美国讲，哎，来来来来来，你分两只，我分一只。美国讲 ，no， 为着世界和平，爱甲炸掉。啊，就讲迄三只伫苏联的面头前甲炸掉，但美国足干巧的，要炸以前，伊拢翕相翕好啊，资料拢摕了啊。所以我讲哦，美国还佫真侪武器，现主是无公开。他们讲，有的人你讲啦吼，讲美国得到外星人的协助，所以武器才会那么强，未必见得。
美国一直去发展伊个武器。过去美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伊是三流个国家呢。日本是咱大日本帝国是一流个呢。美国是三流、四流。但今日美国知影讲无即个武器，要做些世界一流的国家不可能，所以倾全力去发展。所以今日美国伫这武器的时阵啊，独步全球。你看中国的参谋总长去美国的时候，美国作大空，来来来，我参，和你参观我的所谓军事的设备。参观了后，参谋总长安怎讲？中国，伊讲吼，真好真好，我感觉阮中国的这个也做军备力量啊，大概落后美国30年。我跟你讲，落后最少60年。上所以会战争嘛，绝对袂战争。但咱台湾人家己头脑爱家己想清楚呢，咱敢有可能去发展甲美国同款机、甲美国同款的武器？你感觉有法度的举手？啊，感觉无法度的举手？啊，唔知影举手？呀，你话无要举是安怎？我跟你讲哦，你用简单的头脑去想，绝对无可能发展甲因同款的科技。因集资啊，因有几亿个人口，两亿个人口，伊个物产丰富，而且你唔通看美金呢，即嘛伫用个世界通用个钱，啥物钱？美金呢？美国讲有经济危机，你捌看到美金贬值无？捌看会举手？无举手呢？啊！你台湾个大概咧对我。呛声讲吼，哦，台币很值钱，台币跟我稳定，你阿弥陀啊，美金是永远遐尼啊济，啊，佫一个伊即马最近看者 Q1 Q2 Q3 什么物件？血气名印钱呐，无限制的印钱呐，但世界对于我都无有法度，以前讲你若要印钱，你都爱。厝内底就是比迄政府内底爱有存量的黄金，尼克森甲改掉去啊，黄金唔免，直接就是美金。所以你有看到中国欠啊，美国欠中国足侪钱有无？还是安奈欠？美国甲讲啊，我甲你买物件会使哩，但是我无多给你钱，啊记一笔，但是有一天我会还。你相信伊会行无？你感觉伊会行？未行的举手。你是足奇怪的吼，啥来未行？欠人钱免行吗？老大嘛免行吗？乌道嘛爱行，敢毋是？爱行无？爱对。但是这个爱内底行的办法有几啊种？我讲来给你听。美国当时欠英国钱。英国女王啊，美国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敢不是？伊欠足侪税金咩？欠英国女王足侪税金咩？啊，伊无多行啊！啊，伊嘛干嘛讲这税金这尼啊重，我挡袂掉。但美国英国甲讲你要还皇，迄个英国的皇军啊，讲要还要行。啊，美国想想，啊，我若无多行，就一个办法尔，什么办法？盖建啊！怕人赢就免赢了啦，啊，所以独立战争就是安尼来，1776年，啊赢啊！独立战争虽然是美国怕赢，但人你想讲美国家己个怕赢，够无可能？独立战争是什么人帮忙美国？法国个帮忙啊，唔是干那法国个帮忙，说迄个俄皇啊，嘛摕钱借予美国。去打独立战争，迄个时阵世界差不多拢是国王的国家啦，国王啊是女王啦。法国帮忙美国建业，啊建业英国，啊就独立，啊独立以后呐，我跟你讲过啊，战争法有规定，那建业的建树爱标建业，对不对？所以本来英国，美国欠英国钱嘛。
啊，这样美国讲，安尼爱行啊免，免行嘛，一笔勾销。苏联更加衰，俄皇啊，借钱给美国对不对？借借的时间他不多行呢，美国不多行啊，但俄皇甲讲，你要还呢，要还呢。特别讲美国，迄当迄个总统足巧的，伊甲讲安尼啦，我即马无钱啦，但是吼、哦，你若提物件来换，我用较济的钱给你，安尼使无？而且未头脑嘛无好，伊讲好啊，啊我苏联遮尔啊阔，我摕些土地给你，阿拉斯加，反正阿拉斯加拢是冰雪嘛，对不对？啊，我都生产物件啦。我安尼啦，安尼，我这个阿拉斯加卖你啦，啊，再做一个计小卖伊。刚落地，我无啥会给两千万了啦，真了呢。啊，卖好，美国。啊，美国，迄当准备甲卖阿拉斯加，这美国国会起来骂迄个总统呢？因为你怎么去买了一块啊不能用的土地？迄上盖无好诶。但是无想讲，今日阿拉斯加伫国防上内底阁出产石油。啊！伫国防上，佫保护美国，哦，赚足侪钱诶！美国，那即块土地，啊嘛是共款，所以苏联足衰，未摕土地来帮忙伊建国，啊，佫即块土地予伊，这就是今日我咧讲诶，我所谓的迄个时阵，美国欠英国钱，一个战争全面行，后尾啊，美国佫欠西班牙钱。美西战争，啊！这美西战争足出名呢。美国家己，迄是罗贝尔机密档案家己写。美国家己啊，伫迄个古巴的迄个港口啊，一只美国的船啊，甲炸掉。啊！美国国会出来讲哦，哦，你是炸了我的船，授权给美国向西班牙开战。遐煞就开战，美国迄当登用嘛。战争的物件，就伊捌你若捌战争有经验以后吼，迄个部队愈来愈勇，啊免偌讲一工尔尔，西班牙就讲好好，我投降。啊，我本来投降唔着爱挂土地给人，迄是殖民地的时间嘛。殖民地袂当挂伊家己本身的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啦，但是伊的殖民地会当挂给人，波多黎各、古巴、菲律宾、甲关岛这四个所在挂给美国。啊、所以本来欠西班牙钱，即马爱行免，免行。啊，即马世界上个大宗诶，美国欠中国钱，伊会行无？讲白是无公道啦，你毋通讲白啦，会行，但是战争绝对爱战争诶，所以呢，美国无咧惊。反正哦，我若欠你一块，安尼我的不对；我若欠你一亿，是你的不对。你听有意思无？哈？我欠你一亿啊！你讲你借我钱，今日中国继续讲你借美国钱。每一摆美国来印迄公债的时阵啊，拢规定，拢规定哦，听好哦，规定你中国爱甲买偌济，中国从来不敢说不。啊、所以中国一挂学者就出来甲骂政府啊！啊，你是起笑吼？啊，愈欠愈济，啊，你搁买公债？伊讲你拢唔知影，我若无买吼，美国就搁印钱出来，啊，印钱印咧，家己美金就搁贬值。所以吼、哦，这个世界是一个强的国家体制啊。咱台湾有强无？你感觉台湾足强的野手？台湾无强。咱台湾的头脑拢像咱大家安尼像我安尼，安尼无强吗？咱原来足强的啦，咱就爱用咱的智慧，伫美国人所发明、所创造的国际法下骹来研究伊的国际法嘛。研究我是美国人无研究伊的国际法，伊家己写写的吼，是咧控制咱大家呢，很歹势。阮即马甲研究我清楚，研究我清楚了，咱就换到美国，把奥巴马讲，这条你无照做，啊，那条你无照做呢？
你若安尼，你是不是能控制美国？对不对？对，所以，我一定是爱发展武器，所以我常咧提倡，咱台湾人头脑真好，因为台湾人的头脑是一流的，我无跟你骗。但是台湾人哦，咱常咧讲啊，不会合作是他们啦，是免咱合作啦。台湾人是本土台湾人，啊后来自中国的流亡者，是怎么合作？啊，即摆现在流亡者，现在中国人来台湾啊，佮你分化，佮你分化讲，你客人，啊你河洛人都佮你分做，你北部的，啊你南部的，啊台湾人戆戆中计啊。啊！伊就用一撮钱，用你的钱来给你吃。说台湾人现在是有当受伤的吼，因为台湾人的知识不够，知识无够啥啦。来，我问你，不要网络的举手，老老实实的，不会网络的请举手。好，手放了。网络是会当吸收全世界所有的信息的一个物件。咱拢爱去学，咱过去，咱台湾民政府拢安尼直直上课，戆戆直直上的吼，打直直读的，我讲奇怪咧。咱伫电灶的时阵，哪会欠遮济人？原来安那未晓电脑，所以咱即马开始，为后礼拜开始开设电脑班，就是要甲你的电脑教较会晓为止。上较简单，你也要上网，你也要用 email， 你也要用 Skype， 免钱的。咱就是民政府特别做这工作，咱等于是为上个基础开始打底，予咱所有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的水准来给我关起来。啊，足侪代志，大家头脑要改变，啊，彻底的改变，要用新的头脑。我这两天，你若去看咱的网络，你拢会知。包括美国的 CIA 开始咧放一挂真济咱所讲的这些消息出来。过去咱伫讲台湾是上日本天皇，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拄啊开始讲的时阵，有足侪人读甲戆戆，就是咱拍台。上届开始是2002年，十月二是咱抗过美国。为了控制美国，我甚至走去高雄选举呢，选市长呢。但是我跟你讲，我去选市长的时阵，国民党因足清楚咱的论述，因遐官员呢开始封杀，无爱让这个消息发出去。所以2006年到今日都经过8年，人真可怜呢。安尼上课，演讲，安尼才渐渐，台湾人开始知影到即卖的程度。美国嘛开始甲咱帮忙，伊伫政策上来帮忙，同时有真济机密档案开始咧发布，是最近发布的《开罗宣言》，唔是条约，是要互做参考尔尔。真正爱遵守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最近公布两个影段记录影片，伊将拍算要。公布3个纪录影片，当然是讲英语的，但是你若大胆看，咱我若找一个机会啊，想要改翻译为汉字，予大人看有。当时日本的 NHK 开始公布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安怎日本的遐强，就是因为明治维新出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转身一变，变成世界的列强。这个列强真厉害呢！亚洲人，包括欧洲都好，欧洲甲亚洲啊，会当甲拍去甲美国本土的。即卖来讲啊，干咱两个人啊，一个是日本天皇，搁另一面是宾拉登啊。不，宾拉登吼，干咱甲炸迄个贸易塔楼尔啦，炸一摆就刷去啊。那日本是甲伊战呢？你想看卖啊？安尼，大日本帝国有强无？甲大日本帝国拍破，咱是日本人。我当时
2006年你讲的时阵坐伫下骹的人，尤其是我伫选举的时阵，坐伫下骹，遐人听讲，啊，这人笑的款，讲咱日本人。但是我讲政治，互你听，你就知影。我伫初级班内讲过，啥讲咱是日本人？第十个条件，台湾人伫1945年4月1号以后，日本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台湾人得到参政权和参战权以后，台湾人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土地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政府对台湾这些土地有管辖权，但是日本天皇有所有权，这是日本的制度。马关这个就这样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政府是放弃管辖权，对，你袂当甲管了，因为迄当阵同盟影响，惊日本甲台湾搁再一摆搁夹做伙，安尼搁变作世界上较强的国家，无唔对哦。迄个时阵啊，日本经营台湾啊，是足济啦嘞。你啊看，有真济建筑物，甲即摆你甲看，拢是日本时代留落。上界了不起，伫台湾的建设是啥物物件？第一名是啥物件？对。就是嘉南水郡。嘉南水郡的长度啊，是比万里长城更加长。啊，你知影迄个嘉南水郡啥物人去的？八田余啊，八田余归回的时阵，日本的东京帝大毕业以后派来遮20几岁啊，尔呢？伊同我都去归回嘉南水郡，因为有嘉南水郡。咱台湾今日咱只当安居乐业，同时台湾的农产品才能够怎么样的丰富。迄个这个人，他们讲真正是咱台湾的救天。但是国民党来以后，条件无爱甲你讲，有足侪人，啥物人是八田余，根本都拢唔知影，因为咱的囡仔更加唔知影。今日若无伊啊，咱现出席。台湾这块土地农田啊，灌溉都会有问题。这就是咱现主席今日咱台湾的长处，所以我定在想，台湾民进党的执政发展农业，一定是我们的首要的目标呢。哎，你们继续讲发展农业，卖无钱呢？总有一天啊，一粒土啊。会换一只电脑，你听我甲你讲一句话，总有一天啊，你有想着无？我去日本留学的时阵啊，我看到万腾百货公司用电火照一个敢若山顶悬放一粒芒果山啊，用电火甲照，迄个山啊偌济钱啦？日币20万块。我想讲，台湾的山药一粒几块银啊，尔，敢毋是？台湾的石刻，敢那囡仔头遐大粒。我去台东，咱的东心有一种石刻，摕石刻来请我。我唔捌臭死人，捌看遐尔啊大粒石刻，一粒才大粒，用手安尼点点无法呢。我哇，啊这一粒偌济？啊，用这唔值钱啊！各位，其实咱台湾的农产品啊，我都来好好来发展。咱会当叫全世界拢同款。哦，你电脑真贵，无唔对啦。但细件咱万能卖个真贵呢。总是讲台湾民众执政以后，我们要大力发展精致农业，因为咱台湾的土质、天气。水质世界一流的，全世界有的物件，台湾拢总有啦。啊，若全世界无的物件，台湾嘛天好有。因为咱农业接触技，迄个技术啊，一流。啊，这咱真正咱的本土的物件，敢毋是？咱不一定都爱发展污染工业的物件呢。污染呢，互你中国去发展，迄个领导的台湾，互你做你去发展。
请核能发电，他们讲核能发电根本都唔免。核能发电真正占用台湾诶发电的比例非常低，但是卖崩上好啦，啊那崩去吼，不得了呢。卖讲崩啦，无定崩未崩啦，地动啦，啊地动咱就妥啊啦。因为要崩可能有一点距离啦，但是地动的时阵啊，你都没有办法去防止。台湾又是很多地震的地区啊。当然啦，咱即马不爱讲，咱即马讲起来无效，阿妈即马讲并对我们并不没有有利，因为迄核所谓的核电啊，他们讲拢绑标啊，绑了了，爱摕钱拢摕了了，你即马无去敢会算呢？绝对袂算。不管对一人，包括以前的七种，讲较白咧，为李登辉开始，拢同款啊。拢总同款啦，你唔通叫是讲台湾人去执政都袂贪污，我跟你讲，台湾人要执政袂贪污，干那台湾民政府袂贪污啦。因为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大家拢有同款，你大家拢有职业，大家拢有薪水，啊，大家拢有厝。你贪污要创啥？要摕倒，死也袂当摕起啊！你有加钱去佚佗啊，去世界去看啊！你讲记载执政者本身的计划跟本身的智慧，安尼念念，其实执政有困难无？咱要执政以前，咱有困难，因为我感觉讲咱的艰苦的所在就是咱台湾人不懂得法理。台湾人要搁仔细想，讲中华民国的体制，拢要做编的，政府都有编的嘛，中华民国嘛，啊，干那要享受迄个光环，不好呢。郭台铭嘛讲一句话，伊讲吼，哪有讲连2.2K 啊，2万2一个月薪水的吼？甲伊讲，伊要将迄个公司甲买起来，要甲改造，啊，要互大家摕较悬的。今日虽然甲吐槽，写一张批互伊，讲郭大董事长，我是你的员工啦，我的薪到2.2K 啦。你是不是应该先改善我们的待遇？哇，这也许很可笑。其实郭台铭，我直接讲。早晚伊嘛是爱赌，安怎讲？因为伊伫中国是用代工啊，迄赚的是吼1%甚至0.5%不到，伊靠量济，所以你想伊赚钱啊，很有限啊，很有限啊。啊，所以呢，最近伊嘛知影，伊即马开始要转移投资，要去倒，要去美国，人家建议。他是很聪明，要去美国，但是中国会放伊离开无？袂。比如讲，你要离开会使，来着物件来，人离开无要紧。我跟你讲，咱台湾民政府其实拢已经看到这个危机了。哦，啊，为什么台湾民政府到今天都不动？我不是不动，我们是静观其变，按兵不动。这是美国甲咱教的，伊讲，恁台湾民政府还袂训练好，恁要接政权这个人的素质还阁无够。来，讲咱就好，有食薰的举手，恁有食薰举手，咱拢老实啦。好，安尼尔，干安尼尔尔，啊那食薰哦，迄薰屎有乌白蛋的举手，你唔敢举尔。奇怪的吼，啊，四个看到分散，唔是拢上单的，天上掉下来的啦。你接着要先改变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拢我甲看有个人吼，也要家己扎背下来，非常好。啊，那用纸背下来吼，你要检讨呢。
大概呐上课山吼，抓杯啊，满满是啦，迄个垃圾桶内底拢抓杯啊，没有环保意识，无唔对。你要摕纸杯，凊彩摕拢有，但你摕即个纸杯啊，你甲拼落去。咱遮是拢爱做志工呢，咱拢无请任何人呢。你若等，别人都爱去扫呢；你若等落，都爱一人甲扫起来呢。啊，扫起来都搁摕去粪扫桶呢，啊，搁送去烧呢。各位，要从我们开始做起，我们的气质拢爱改变，爱先改变家己。真的要改变人自己啦！我是建议讲，当然恁即摆是高级班，后摆恁会倒倒转来，家己扎杯啊！吼、哦，你爱水咱拢有，要加啤啥糖拢有，但是你都家己扎你的杯啊！啉你洗洗，这环保。当然，食饭的时阵，咱以前食饭有一个迄个做玻璃弄的，后尾啊呢？咱家己检讨，我这样不对。咱即马用啥？用美国式，就是有一个盘啊，哦，啊用刀啊，啊无即马无用刀啊，用迄个啊做，签啊加即个啊做条根，啊条根买当做刀啊，用安尼。我希望咱为家开始，慢慢慢慢的西洋化，不是讲西化啦。向较文明国家进展的方向来向伊学习啦，所以啊，有人讲吼，啊，我拢食无够呢。我甲你讲，食无够，你可以排队，搁再一摆，你排两届、排三届，无人会甲你讲话。那无用饭票啊，那毋是？你食无够，归摕，甚至你开的时阵哦，饭给我两碗，都给你两碗。鸡腿给我两支，无给你两支啊！你要吃偌济，你摕偌济，卖浪费。是咱希望台湾民众所有成员，大家拢爱做到的。咱三菜一汤一定有，即个做青菜类的，啊一个荤的。我相信安尼能够搞，啊，搁一个烧汤。啊，感觉食无够的举手，啊，感觉食了有够的举手。哦，差不多大家拢有啊！啊，即摆大家拢足惊大块诶。像阮太太一讲就讲太胖了，有影都点，对不对？但是我看咱大家人吼，巴肚拢比我较细呢，很好呢，对不对？拢较健康呢，安尼较真对啦。啊，所以我要甲各位讲，为咱先做起。我甲各位讲一句话，听好清楚。咱去上课，你让当录音哈，我们没有限制的，你都可以录音。台湾民政府有一天一定会执政。我哈用这粒头给你保证，台湾民政府所讲的台湾地位的论述，100%完全正确。而且美国、日本，包括将来英国，这较强的国家。有一天他们都会发表我们所讲的这些论述。日苏美战，像日本天皇，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美国现在他说我要回到台湾，其实这个回到台湾，在我们开始上课2010年的时候，2011年的1月份开始的，1月14、15、16，我们第一届开始，咱就讲美军会入来台湾，伫迄个阵，你拢你甲咱笑啦，靠可能，你外口拢无看到美军。前两天5月初3，美日安保条约诶迄个论坛伫美国举行，伊诶一个校长出来讲，他指今日对现注意今日，伫台湾诶美军。已经到达1000多名，伊无讲多少，我来讲各位，差不多1800名，今日已经伫咱台湾海军陆战队。但你敢有看？你拢无看？你要看无？未，足简单嘞。新竹的乐山，
台中的清泉岗，左营的军港，花莲的嘉山，这拢总是。美国最新的雷达设备有三组在咱台湾，一个在基隆，一个在新竹，搁一个在啊做台南的山顶。你讲我都无看到美军，你不看袂到，安怎讲？你若住伫台南，你甲看；你若有记录，你甲记录；你对一天你坐到椅仔顶甲记录。一天到，你若看伊的直升机飞几摆，啊，这足现足现实的啊！你我相信你若捌坐高铁，靠近过迄个台南迄个时阵，你甲注意甲看外口道边，随时拢看到美国的直升机伫飞的。迄毋是中华民国训练的，中华民国是无直升机啊呢，拢是美军的直升机。美军即马进出拢用直升机，所以你真少看到讲美军啊，互你直接安尼看会到。美军其实足简单啊，海军陆战迄剃平头，你看就知影。但是咱台湾民政府，你等于厝的迄支美国旗，你甲挂起来的时阵啊。你会看到一挂美国来甲你翕相，你莫甲动，也免惊，迄毋是对你歹代志。咱即摆军秀，真侪所在军秀的办公室拢开始甲大字出来，欢迎美军返台，欢迎美军回来台湾呐。伊种点点咧吼，你呐，伊种足无趣味的呢。吼，当然给你暗示，恁才来拍手呢吼，奇怪呢吼，到底是恁无听还是怎啦吼？欢迎美军返台哦，啊有足侪台湾人为遐经过哦，嗯，啊这读个歹，你乃要美军要转来台湾，我讲美军无离开过台湾呐，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呐。当然啦，当八千名美军转来台湾的时阵，台湾的社会或许。会有一些变化，例如美军的一些习惯跟我们不一样，尤其是美军大部分都是男生比较多嘛，男生有比较少啊，美军来台湾那些都是年轻人啊，我们也要那当初我在想说我们台湾民众要开始教育我们这些年轻的女生，万一你如果去餐厅去对美军来请你说要喝一杯酒，请你，你若甲接受，迄是文化上的不同啦。文化上是安怎？就是讲，伊美国人若请你啉酒，你甲接受，表示说你愿意答应他的邀约。啊，系啦，就是问题发出来是遮啦。啊，日本嘛同款哦，日本的查某囡仔嘛是同款哦。酒一啉咧，美国，你别美国讲啊，酒一啉醉，要甲带去房位吼，伊讲诶，啊我啉酒啊，无要甲你讲要创啥。但也文化是安尼，突然这方面文化属性，我从迄当阵哦开始被教育，咱较少年即个查某囡仔，你也知影文化，查甫嘛同款，对不对？你们能看到美，迄种美国的查某囡仔真济伫咱遮，你查甫要请伊啉酒，表示讲你对于有意思呢，不要表错情呢。我讲实在哦，不要表错情呢。这方面啊，大家拢要足注意，因为咱有滴想讲。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要应切广泛的分给大家人。我们希望你美国来，你是你给咱徛卫兵，做咱的卫兵呢？你就爱美国人给你做卫兵嘛，没有啊？没有啊？啊，拜来保全拢是美国人，是安那？一建言，建言都爱给你徛卫兵，建言爱交税金冇？没啊？是你。咱建树，哎，咱建树的人，咱免交税金啊，是你建人爱摕钱来饲啊，上去你阿建人。哎，那你们笑呢？波多黎各就是安尼呢，一年90亿呢，美金呢，美金呢，未歹呢，对不对？波多黎各生产的物啊，卖去美国的时阵爱税金无？免税呢，我跟你讲，民政府这种绝对台湾到处拢是美国的公司。因美国人来这申请讲，对不起，
台湾民政府让我在这里开个公司吧，懂了吗？好，那两个规定，哎，这里90%你要用台湾人，薪水跟规定要多少？哎，好吗？啊，拜台湾真正足好大啦！讲台湾来建国，食较歹咧，无爱。我那是建国，美军伊甲你保护，武器是美军伫买，所以我定来上课哦。咱上课你甲大人讲哦，台湾不用买武器，美国的迄武器公司哦，透过关系来甲我讲，欸，拜托欸，你嘛卖讲不要买武器。我說欸，你去反驳啥？台湾不买，美国会买啊。美国国防部会买啊？你看，美国国防部不会付 commission， 哎，那倒是代志啊，对不对？美国也买就好了嘛，和美国去买，难免买。干那美，干那迄个武器啊，军费一年看你省偌济钱，你台湾卖好呀嘛好呀，你搁交什么税金？很奇怪呢，对不对？啊，慢慢免做外交啊，你台湾人摕台湾民政府发行的迄、那个。Travel document 旅行证件，去全世界旅行的时阵，哪有代志找什么人？美国在台，美国领事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义务要给你协助。啊，你看咱有多爽都好。我跟你讲，没有一件事情不好。古早是给你用，给你教育讲吼，哦，你没有主权哦，啊，你没有自尊啊，看到鬼嘞，什么自尊？咱先我较。美国来做你的奴隶，安尼不好吗？咱吼爱甲改变所谓的奴隶啊，过去咱台湾人做奴隶，即嘛换美国你建言你来做奴隶，国际法规定，完全按照国际法，所以建书没有坏处呢。感谢日本天皇建书。我跟你讲吼，你唔能笑呢。即嘛全世界有偌济国家希望讲甲美国修建啊，建书因。哦，美国干，美国今麦足客呀！美国讲吼，吼，你台湾出这个 radio， 出加济迄个战争话，伊今麦吼，伊大部分拢不爱出兵啊啦。伊今麦伊若怎出兵吼，遐国家拢个办好书啊，我投降，你来占领。伊今麦不爱，伊今麦几兵吼，马上撤退，不爱甲你占领啊。因啦，因为出一个 radio 令，你家己讲吼，哎、欸。奥巴马按照战争法第几条安怎安怎，他敢冒烧呢？我甲伊讲，伊今日不同意嘛，无要紧。我们有的时间伫训练，因为我即摆无爱甲记吧，行啦。咱4000名还袂训练好啊。哦，咱是即摆100名。哦，还佫欠条了1000名呢。嘛，还佫时间呢。但是我即摆开始甲咱所有军、所有新员工，拜托你找来的人。卖找，没不不，老伙仔，我不跟你讲哦，你跟人讲啊，我不跟你讲哦，卖找啥，就是讲吼，迄个意志不坚的人，清清菜菜，外口小食的，都过去啊。美国跟咱笑呢，你台湾民政府生了7个不孝子，什么7个不孝子？哦，什么美国台湾政府啦，什么大日本帝国后援啦。什么台美协会啦，什么啊这个旭日会啦，他能家发你的车，啊，都外口都会当家己创一个组织。啊，即嘛美国讲哦，台湾自治，啊，都安怎，都开始讲哇，美国同意我们台湾独立了，看到鬼耶！美国讲的台湾自治 autonomy， 那是啥？现在进行式，就是中华民国啦。你中华民国马上要离开台湾去金门马祖，美国要支持伊自治啦，家己管伊个，卖中国甲中国讲，你唔通家己收回去啦，啊你不欢喜哦？啊，中华民国离开以后，这个天爹就啥物人诶？台湾人诶，台湾民政府嘛。啊，即摆我讲，哦，安尼我知影，我赶紧去设一个台湾民政府，会使哩？可以啊。刚才是伊拉克当年美国甲战败以后，伊拉克的民政府10几个啊！你美国看看讲，哎，稍等下哦，阮美国已经伫华盛顿地区设一个伊拉克民政府哦，内底有一个人尔尔，改讲你转来，
政权交予伊，叫伊去组织伊拉克民政府。所以你说十几个有效无？拢无效。迄当时国嘛共款，韩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你会记得我有甲你上课甲你讲一个 Korea Shanghai， 就是讲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有啊。迄当阵，伊一个战争结束的时阵，韩国人嘛真巧，马上组织韩国民政府。后壁美军入来，迄两个民政府啊，美国拢 no， 提掉。美国去扶持一个朴正熙所做的韩国民政府。拄啊开始有偌趣味咧，美国人竟然韩国的民政府啊，叫日本人继续担任。你们人笑呢？美国人嘛，真可能讲入来台湾来创一个台湾民政府，啊，叫中国人来继续担任呢。但是即摆未啊啦，安怎讲呢？咱那个定心丸已经甲注料啊，就是保证书甲注料，什么物件？你什么物件？啊，我恁只讲呢？什么人告美国？咱告美国啊！咱唯一的美国的对口单位就是啥？就是咱呐、啊。哎、欸，你点点呢？哦，台湾民众是唯一哦，控告美国，美国开始回应，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甚至有人讲，什么叫美国军政府？我没有看过，你免看，在宪法的这个规定，在美国宪法里面规定，只要内战，美国内战然后，外靠的战争然后。发生了那一刻中开始，美国 USMG 那个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政府立刻成立。古今川和平条约第四条也有写啊，日本人民和日本的财产听从美国军政府的分配和支配，对，这样你要清楚啊。啊，台湾人不知道在说什么，说是什么？有一些人是有野心，有一些人是有企图。伊超工歪甲你讲，然后呢，是毋是有一挂人想着美修，要甲中国夹？例如上好一个例，你听就知影。1950年12月，韩战已经爆发了，麦克阿瑟来台湾，美国总统叫伊来，就介就安排，迄当阵县议会的议长黄兆琴先生甲伊见面。黄兆琴安怎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翘起啊！即句话等于记录伫国文的内底，所以讲恁台湾人想要去做中国人。好佳哉！咱2002年10月20日，咱控告美国。我稍等咧，阮还阁一阵人，阮不爱做中国人，阮是台湾人。你爱将阮的政，即、這个政权，还阮的人权来还还阮。好佳哉！咱迄个控告以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的政策开始大转变。伊讲哦，原来恁台湾人有想要家己建立恁家己的国家，啊，你这个国家是要甲日本天皇合作，但是这个合作唔是甲日本迄四粒大岛、迄、那个本州、四国、九州、甲福海岛，唔是要甲因合作伙，而是变作一个。Commonwealth 的形态的一个国家，当然啦、啊，这点啊，这是伫后壁真心的部分。即马呢，现出是也阁不爱甲恁讲，安怎讲呢？恁要学为初级的，才甲学好些；高级的，恁是一定爱去看。我阁讲一摆，《新台湾论》，拜托的，要做官，要替咱台湾人民服务。为咱的子子孙孙，《新台湾论》，我甲各位讲，100%，不是99%，100%里面的论述绝对都是正确的。即摆检验，你看到加拿大总理荷兰的机密档案，美国荷兰的机密档案完全吻合，一丝仔差角都无。所以呢，一方面真欢喜，咱大家人共同来伫这里学习。啊，嘛一方面，我的烦恼就是讲，咱到底会当
读偌济。我嘛希望讲，咱台湾民众所有的人，万众要一心呐、啊，一条心呐、啊，替咱台湾人民，替咱台湾的百姓设想，做咱的主轴。所以咱伫报纸也好，咱的迄个迎新会也好，新年大会也好，拢讲为百姓设想，是我们的主轴。咱做会到无？我这节课先到这个所在，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我叫几个人的名吼，念到的麻烦来后面这边补填一下资料。高雄州翁真玉、谭兰芳、林静坤、陈怡玲、邱鹏昌、蔡明朝。新竹州陈喜之、白美珍、高宝棉、林佳颖；台南州刘玉芳、高沙和秀英；台中林总富、宜兰蔡文堂、徐龙刚、郭云珍。以上这几位，麻烦来后面补填一下你的资料，谢谢。